全球限量100把仿造吉他之神艾瑞克·克莱普顿复刻版的 Lucy 电吉他，在台湾就有一把，还有号称钢琴界法拉利的全球首台最大的平台式钢琴，以及全球最小的平台式钢琴，这些乐器全球首部跟限量都在台湾。现在跟着镜头带您来了解。这是全球限量100把，那我们这一把是第77把。酒红色琴身，有着斑驳的岁月刻痕。这把仿造吉他之神艾瑞克·克莱普顿的电吉他 Lucy， 是披头四吉他手乔治·哈里森的致赠，在收藏家眼中深具纪念价值。全球限量100把的复刻版，光是一把 Lucy 的售价就将近新台币60万元。代理商透露，已经有行家抢先订单。台湾就只有这么一把，在其他国家大概都找不到了。目前有收藏家应该已经确定要收藏了。记者身旁的这一台是全世界最小的平台式钢琴，而这一台是全世界最大的平台式钢琴。来自意大利纯手工的平台式钢琴，号称全球最大308公分的琴身，使用雪山木制成，与世界争相收藏的名琴史特拉瓦底、克里蒙纳出自相同的森林地，也比一般钢琴多了第四支的踏板，可以控制琴键高度，让弹奏者更能轻松操作。目前全球销售200多台，而全球的第一台就在台湾。它是被号称为钢琴界的法拉利，本来是有国外的乐器博物馆要跟我们收藏，那我们想把它留在台湾。还有全球最小的平台式钢琴，琴身仅有127公分，以及世界专利的蝴蝶造型背盖设计，加上自动演奏系统，看准高阶客群，业者推出限量款式，吸引民众目光。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慧瑶、李晶晶，台湾台北报道。